主席、各位同仁，本院委员蒋乃馨等17人，针对健保署台北联合门诊中心设在台北市多年，每年造福众多北市居民，且看诊民众以年长与年幼的族群为主，早已成为地区医院守护者。但因健保局改制为行政机关，健保署后面临存废问题，为该中心一旦裁撤，势必造成该地区医疗空窗期，影响数万民众的就医权益，更可能延误就医时间。为替民众争取就医权益，本席等要求行政院在该中心撤销前，尽速协调公立医院接收，协继续服务台北市的民众。是否有当，敬请公决。本院委员蒋乃馨等17人提案作如下决议，函请行政院严处。请问有无异议？无异议，通过。请江启臣委员发言。